张宁传球漂亮，周润篮下两分命中。李慕豪 easy， 张宁外线 three， 周润两分命中，换人。给到李慕豪，李慕豪二加一，真是能体会到比赛的强度，不是说我们来走个过程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影响这场比赛。马球没中，但是自己抢了篮板，重新给到李志勤上篮命中 ，yes， 空位，对。这两个是我们最好的队员，这对。我是觉得张宁跟那个祝明正的运气挺不错的，这个篮筐好像他养的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运气问题了。当你顺的时候就会一直很顺。JT 龙骑士请求换人。哇！这种高度篮子，郭宏毅。李慕豪犯规，造成郭宏毅的犯规，两罚中一。JT 龙骑士请求换人，张宁给到大东，外线接近四分球的机会，哦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李志勤面对祝明镇，强行上篮，但是抢到篮板，被祝明镇冒掉。换。给到外线三分的机会，命中三分球。我上去第一个球对着张宁中投没进，然后张宁对我喷了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害怕我？”我说：“我怕你什么？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为什么你打不出一点东西打不出来？”然后我当时听了，沉到底的怒火已经是冲到喉咙上了，然后我就对着他喊：“这就是东西。”我很清楚这种就是垃圾话，但是我当时基于没有回应，说实话我不愿意跟他去斤斤计较这些，我只是希望能大家正常去打这些球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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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。手手给了张宁，出界哎呦，再要掌声，换人，小叔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快点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看到郭艾伦就把他换下去了，当时我的信心已经就爆棚了。我其实前两场上场加起来只有三分钟，我已经在谷底，很有可能翻不了身了。但是张宁的这两句话，瞬间把我全部状态击毁了。嗯，我要谢谢他。张宁，谢谢你，等着吧。转进去，李文浩给到李文豪，面对大东。哎，这个体重能不能打进 ？Steven，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three。黄队球。中卫想寻找朱明镇，但是没机会。大东外线三分。Oh!
大东进三分就相当于沙奎奥尼尔他投中三分一样，我们场下的球员还是非常激动的，差点要炸了球场，就那种感觉。对，我们现在没想到这个大胖子能拉出来投三分，因为他罚球罚的不是很准嘛。我觉得像这样的球进呢，会给我们的球队有很大的鼓舞。爸爸峰哥，马布里面对周瑞。内线给到李慕恒，哎，我打中！中国男篮的希望之星李慕恒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你上吧，峰哥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漂亮，漂亮！龙骑士，你们要使用领队时间。来来。哎，换！龙骑士找到李峰，底线的机会，这个助攻有没有？差一点，李慕豪抢到篮板，给到汪春平。没能命中，龙骑士抢到篮板，助明镇，三分没能命中 ，J Team 2-0领先。掩护之后，钟彦超，罚球线附近给到左侧的杨正，三威胁，没能命中，张宁抢到篮板。三分没能命中，给到外线的钟彦超。祝明镇和张宁，不管对杨正还是钟彦超，他们的吨位都是有优势的，可以往里打，不需要去投篮。钟彦超叫掩护之后，可以自己的一个骑马射箭，两分命中。胡打都有进，钟彦超，那我真没脾气。目前 J Team 4-0领先，打个篮下，朱明镇选择三分，哎，好吧，外场不好投，你们别投篮，往里打。给到钟彦超空位的机会，三分命中，7-0输不？7-0，可以。哎，走四号，张宁，你去掩护啊！郭宏运给到张。